因为方宗元毕竟是个重要人物，可是老陈还没等到我到场，就自己审上了，而且在什么都没问出的情况下，方宗元就莫名其妙的被毒死了。我觉得这好像有问题吧，而且方宗元是不可能自杀的，所以这件事情啊，我真是。 有点百思不得其解。好吧，老黄，感谢你给我们提供的线索。在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今天的谈话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做到。我回去了。好，谢谢。 你觉得他的话？ 可信吗？可信不可信？先审于振江。好。于振江，你口口声声说你不知道谁是你的直接领导，可你反倒知道他的历史背景，有这个道理吗？我当时真的不知道。 这是我后来和我一个同事喝酒的时候，是他喝多了告诉我的。你那个同事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。大概是在滨江吧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大名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大名，我就知道他姓刘，我们都叫他刘四儿。 除了刘四，你还有什么可交代的？没了，真的没了。这谁跟你们说的？是谁说的并不重要，你现在只要回答有还是没有。哦不，老范，我跟你想的正好相反，我倒是觉得有没有不重要，是谁说的特别重要。 请你马上告诉我是谁说的。陈天浩同志，你现在要搞清楚，是我们在问你。老范，你看我们现在遇到难题了，这个案子是不是陷入了一个僵局？你刚才一说，有人说了这件事情，我心里面一动。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在想，是谁说的？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他的幕后主使是谁？ 我们如果顺着这个藤摸下去，没准就能找到一个最佳的破案渠道。告诉了你，出了事怎么办？方宗元不是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老陈，不要紧，放，冷静，坐下。同志们，我们都是一个部门的。 不要上了敌人的当。现在的情况复杂，我们的任务呢就是找出真相，证人呢我们已经去提审了。陈天浩同志，你还是配合我们工作吧。那好，那我就坐这儿等着，我看看你们最后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，刘四死了。 刘四死了，跟他一定有关系。咱们先回报，立刻打总部说。喂，知道了，谢谢大爷。
想办法把这份委任状放到陈天豪的家里去，不得有误。我们要把陈天豪置于死地，你明白了吗？喂，我陈天豪。啊，李部长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工作组写情况汇报。我听说你向工作组发火了。是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啊，工作组来调查，你要积极配合嘛。啊，故意发火。李部长，你看这个情况。保卫处的领导，你有责任，也有这个义务，向工作组解释清楚。是。不许再发火，积极配合。蓝布50尺，花布30尺，共有80尺。嗯，对了，都答对了。好，现在把白居易的诗背一遍。嗯。离离原上草，阿姨，我要撒尿，快去快回。白雪来了，我怎么听说你最近身体不大好啊？啊，已经都好多了。又瘦了啊！记住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陈老师，你工作这么忙，还这么关心我？你、秦风、小石头，那都是我的孩子，我能不关心啊？肯定没吃饭，留这儿了，我露一手给你看看。我回食堂吃。哎，成天食堂食堂，你也尝尝我的手艺。坐这儿吃吧。白雪应该已经把委任状放过去了。你那边进展的怎么样啊？工作组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陈天豪身上，我们再努一把力，陈天豪这次肯定是在劫难逃。好，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，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，把陈天豪的罪名坐牢、坐死。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了，也让电台明码给总部发报，就说这个外已经暴露了。另外，再通知咱们所有的弟兄们，短时间内不要有任何的行动，给共产党造成一种我方已经群龙无首的假象。这样还不行吧？要知道，陈天豪是李部长眼中的大红人，没有铁一般的证据，扳不倒陈天豪的。那就再给他加加码，最好咱们再送给他一个小喽啰，让这个小喽啰把陈天豪给他咬死了。
说方宗元是你的领导，那谁又是方宗元的领导？我真的不知道谁是，我只知道他是你们的人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有一次方宗元好像被他的上级给骂了，他心里不痛快，和我出去喝酒的时候他发牢骚说，凭他一个软骨头也敢骂老子，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。他41年被捕叛变的时候，老子已经是党国的少校了，他算老几啊？别看他现在穿着一身黄皮，人五人六的，走着瞧，总有一天老子给他好看。接着说。老范，你看，他果然41年被捕啊。走。这是黄文正的揭发材料，这个是审问于振江以及那个特务的笔录，所有的证据都指向陈天浩。好，你们一下子掌握了这么多的证据。嗯，以前我们是没查他，这一查就查出来了，铁证如山。首长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采取什么措施？马上对陈天浩隔离审查。陈天浩同志，根据前任首长给你严密指示工作，带上你的东西跟我们走吧。黄副处长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？这不是乱来吗？大家安静，安静。该工作还是去工作，事情总会搞清楚的。这叫怎么回事儿啊？
到那个房间再看一遍。 为什么没放好？我去了，可是还没等放，陈天浩就回去了。我正打算明天再去呢。都已经搜查过了，你呀误了大事了。二位里边请。二姐那边怎么样？都安顿好了吗？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，他现在状态很不好。请二位来点什么？ 来两碗面吧。好嘞。伤心是一定的，遇到这种事儿谁都得伤心。我现在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整天不吃不喝的，挺令人担忧的。女人啊，遇到这种事儿就等于天塌下来一半了，这个时候你得多关心关心他。你那边查的怎么样了？ 我从一个医生那里得知，黄文正患有严重的腰伤，至少有10年以上的病史。10年以上的病史。我还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把他调入到保卫处的赵佩彤老人的地址。可是当我赶到那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杀害了。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根据咱们调查的黄文正的档案。 现在可能有线索的，只有他的大学。可是你又没查到，怎么办？是，江南大学堂的花名册上只有盛志达的名字，但是没有照片。这张照片看样子是被人给撕掉了。撕掉的？对。会是什么人撕掉的？我想起来了。 文乐然跟我提到过照片的事情。照片我已经弄到手里，照片在哪？我已经转移了，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面来了，二位请慢用。文乐然说的那张照片，会不会就是被撕掉那张照片呢？学校那张？应该不是。 文乐然说的那张照片是特务在军校时期的，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会不会就是黄文正呢？如果是的话，那说明文乐然早就开始怀疑黄文正，并且暗中开始调查，拿到了证据，而黄文正一定是有所察觉，所以命令于振江取回照片。 然后杀人灭口。于振江就命令我，文乐然一定是有所察觉，所以才对我说他把那份证据转移到安全地方了。应该就是这样。那咱们下面怎么办？到哪儿去找这张照片？这张照片现在是唯一的证据，不管到哪儿。 这张照片必须找到。好，电台消失了，特务也销声匿迹，这说明我们的措施见成效啊！黄副处长呢？在哪儿啊？黄副处长正在突击审查于振江和新抓到的特务，所以派我来了。工作组还在那儿吗？还在。通知工作组，把陈天浩押到我这儿来。
我要亲自审问。是。王正同志，我们刚刚接到首长的指示，由于陈天浩已经被揪出，我们工作组的任务已经完成。首长指示，保卫处处长一职由你先行代理。这是任命书。是，我绝不辜负组长对我的信任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啊。小雪啊，通知处里的所有人集合，我要讲话。是。归我接前指参谋部，找王玉展。哎。玉展啊，哎呀，玉展兄啊，到我这儿来坐坐吧，啊，直接到处长办公室。我这儿有好酒啊，咱们两个得好好喝一杯啊。石头，来喜抽奖夹吧。哎，白雪，来来来，我来洗吧。不用了，吴嫂，我来照顾石头吧。你去忙自己的吧。哎呀，那辛苦你了啊！白阿姨，以前都是我妈妈给我洗脚。是吗？嗯。白阿姨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你跟我妈妈长得特别像。那你想妈妈吗？想。那以后白雪阿姨经常来好不好？好。白阿姨，我爸爸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他有好几天没回来了。你爸爸呀，最近实在太忙了。我去办公室找过他，我说小石头想你了，可是他说实在是走不开，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所以你要听白雪阿姨的话，不许调皮。对陈天浩采取一定的措施，那是组织上的决定。对组织上的决定，我们既不应该持怀疑的态度，更不应该有任何的抵触情绪。对敌人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。敌人往往是很狡猾，也是很阴险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能被表面的假象蒙蔽了真情。说陈处长是敌人，打死我也不相信。我也不信啊，可信不信不是由你我决定的，对吧？无论我们想到和想不到，我们都应该相信组织，相信组织会分辨是非，明察秋毫的，对吧？哎，建华同志，你这种思想是很危险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说了。组织上任命我担任保卫处处长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我将带领大家一起努力的工作。
鲁大成留下，其他人都去工作吧。是是是。希望你能正确的对待老陈的事情，并且好好的支持我。其实咱们两个也是老战友了。哎，我一直是很器重你的。你说你这个人，有党性，有原则，讲情义。其实，在对待老陈这件事情上，你跟我的心情是一样。我们都不希望老陈出什么事情了，希望组织经过调查，还老陈一个清白。我们要充分的相信组织。至于我黄文正，我并不想坐这个处长的位置。参加革命许多年来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什么凭资历比功劳，那更别说什么处长不处长了啊。因此啊，大成啊，我希望你跟我一起把保卫处的工作抓起来啊，多帮帮我。我对你啊，绝对的信任。我服从组织分配。那好，那你去工作了啊。哎，你们干活去，先干活去。小许，过来。黄处长，把文件柜打开。我要调阅所有人的档案。是。进军管会，部调查组。老范吗？是我。我跟你说件事啊，不管陈天浩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必须24小时监护在他身边，一定要保障他的安全，明白吗？是啊，那你坐车先回去吧。好。文姐。是小峰啊，这位是女朋友吧？哦，那这是文姐。哦，文姐您好，我是尚二云。你好，你好。我叫文乐平，你们真般配啊！文姐，老爷子最近还好吧？他也还好，我们尽量都避免在他面前提六然的事，时间长了，他慢慢也就平静下来了。我怕勾起老爷子的心事，最近一直也没去看你们。哎，小凤，你们有空常到家里去坐坐，到时姐给你们做点好吃的。好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。哎，小凤，前几天我在家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看见六然从南京寄来了一封信，信里边有一张照片，不是他的。照片？对呀。是什么照片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当时我觉得挺奇怪的。那张照片还在吗？在呀，我把它和六然的遗物放在一起。那我们回去拿吧。好，走。秦风，借这张照片。是不是他？第一排中间这个，这个。对，就是他，没错，黄文正。黄文正，黄文正是谁呀？文姐，太谢谢你了，这张照片太有用了。有了它，我们就可以为乐然报仇了。报仇？乐然不是病逝的吗？他这是怎么回事？文姐，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什么。我相信有一天，你会明白的。
还难受呢。咱们找到了证据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是啊，乐然当初发现了这张照片，并且把它拿到手，费了多大的努力啊！可没想到乐然却……是啊，文乐然是用生命才换来了这张相片，这张相片太珍贵了。不过有了它，黄文正终于可以彻底暴露了。不，我觉得光凭一张照片，黄文正还会狡辩，到时候他还会颠倒黑白、混淆视听的。我们必须做到铁证如山。我想去他老家，再彻底核查一下。只有这样，才对得起乐然。那好吧，这样，你去向陈处长汇报，我去一趟黄文正的老家，咱们兵分两路，不耽误事情。你去。就是秦风吧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来找陈处长。哦，陈处长不在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小事一桩，以后再说。慢着，你刚才说什么证据？也没什么，关于粮库方面的一些事情。胡说！陈天浩想必给你布置了不少的任务吧？啊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犯人，给我拿下！秦芳，你在粮库任用亲信，出卖情报，这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所以我们怀疑你是个国民党特务。我要见陈处长。陈天浩已经被组织上隔离审查了，我宣布，你也被隔离审查了。鲁大成，到，带下去。走，走，走，走。白雪，刚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我也好几天没看见他了。你说咱们军管会这几天是怎么了？怎么老出事儿？听说那个陈处长也被隔离审查了。听说啊，陈天浩被上级怀疑是特务，是个潜伏的呢。别瞎说，
不可能。那有什么不可能的？特务还在脑门上贴个条啊。最近好多单位都抓出特务来了，有的就是个伙夫往饭里下毒药才给抓起来的。你说说这些特务也真够损的。你这都从哪儿听来的？跟讲故事似的。你没看到刚才秦科长被抓呀？哎，别胡说，问题还没闹清楚呢。不清楚，人家也不会抓他呀。行了行了，去吧，工作去。行行行，好，去吧。不说不说，你们对特务还挺同情的嘛。阿贤，相信组织，肯定会把问题搞清楚的。啊，嗯。坐那边去。秦风啊，老老实实的交代你的问题。我没什么问题。你别再狡辩了。作为一个潜伏多年的特务，你应该清楚我们党的政策。我希望你尽快的坦白你跟陈天浩的罪行。我不是特务，我更没有罪行。黄文正同志，你说话要负责任的，你不要冤枉了好人，而让真正的坏人逃脱。秦风啊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把于振江带上来。进。进去。坐下。于振江，老实交代你的问题。是是是，我一定老实交代。是谁派你来的？国民党、国防部、保密局。你的同伙是谁？我的顶头上司是陈天浩。于振江，是，不要惧怕他。你的下线是谁？就是他。放开！哎哎哎！不，他要杀人！秦风，老实点，注意后果。坐下。于振江，你大胆地说。我们都是受陈天浩的领导，陈天浩的代号叫Y。于振江，你真是个畜生，你完了，你。政府，我都已经彻底坦白了。我请求政府能给我宽大处理。鲁大长，到。把于振江押下去。是。
去。秦风，你刚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嚷嚷着说证据找到了，什么证据？在哪儿？我说的是粮库粮食储备方面的问题。粮食储备的问题？粮食储备哪方面的问题？啊？粮食储备有很多方面的问题，比如通风问题、防潮问题、鼠害问题。我说的是鼠害问题。秦风啊，你挺能瞎编呐。我没瞎编，的确是鼠害的问题。那为什么你单单要告诉陈天浩呢？陈天浩是我的老师，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工作。秦风，你是陈天浩派到后勤处的潜伏特务，目的是刺探我军粮库的情报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是，我不是。秦风是你的学生是吗？是。他到后勤处是你安排的吗？是。当时秦风，你不用解释，只需要回答是与不是。后来发生他哥嫂窃取情报的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这个……你觉得秦风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？有疏忽的成分，但是这个秦……陈天浩同志，请你不要解释，我们会给你解释时间的。为什么有人指控秦风就是特务？有人？那要看这个人是谁。如果他自己就是特务的话，那么他就是别有用心。这是什么逻辑？你这个词用得好，逻辑。一，秦风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工作程序；二，他泄露的情报是假的；三，为了用这个假情报迷惑敌人，这恰恰是我们组织上需要秦风同志去做的；四，事实上敌人也利用了秦风的哥哥和嫂子。结论，秦风同志没有主观上的通敌嫌疑。你说的这些情况真实吗？真实。请你详细说一下。我不能对你说，这是军事机密，我要求见李部长。这个我们需要请示，现在不能回答你。陈天浩同志，你要知道，拒绝说清问题对你是不利的。秦风，你想好了没有？我在问你，你到底想好了没有？我没什么可想的。就凭你出卖粮库情报这一条，我就可以把你拉出去枪毙。我仅仅是工作上的疏忽，我没有通敌问题。你的同伙于振江已经交代，难道还不能证明你是特务吗？哼，他是在诬陷我。诬陷你？他怎么不诬陷我呀？他怎么不诬陷周建华呢？说呀。哼，没话可说了吧？秦风，你是不是陈天浩派到后勤处的？我是正常工作，符合组织程序。你跟陈天浩究竟向国民党特务提供了多少情报？说。黄副处长，于振江是叛徒，这你们都知道。他在诬陷我，你们为什么相信一个叛徒的话？我请求组织上深入调查于振江，还我清白。你以为组织会相信你吗？会相信你利用职权、任用亲信、出卖情报吗？哼，秦风啊，你可以不说，
但是我要警告你，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证据，我可以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。来人，把秦风押下去。是。王副处长，这个于振江的话也不能全信吧？怎么不能？你们呐，就是幼稚。于振江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说假话对他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他巴不得说实话，立功受奖，争取我们的宽大处理呢。你去拘留室，把秦风和于振江关在一个房间，监视他们的谈话。记住，随时向我汇报。是。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，把自己的同志当作特务嫌疑，那才是对我们整个战役最大的不利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。好，我告诉你，部长，看得怎么样？陈天浩同志很不配合。哦，行，你们出去吧，我单独跟他谈。是是。陈天浩，你要给我老实点。天浩，是不是感觉到有点委屈啊？李部长，正常的工作调查我从来不反对，我是个党员，我接受所有符合组织程序的调查。可是像现在这样这么主观、这么武断的对待自己同志的调查，我实在是感到意外。意外吗？意外就对了。非常之时必须要有非常之举，因为我们这儿出现了意外，所以我必须要有对应意外的办法，明白吗？不明白啊？还记得？我们俩不是分析过吗？我们都认为外就在我们身边，很可能就在保卫处的内部。对。而前置首长呢，又要求我们尽快的把外给救出来，以确保战役的胜利。所以想来想去，我只能用这个办法。舍不得孩子逃不出狼，我只有让外知道我们已经怀疑了你，这样他才能够放松警惕，才能主动跳出来。只要他跳出来了，我才能把他给抓住。啊，我是鱼饵，引蛇出洞。抱歉的是，我这个想法我不能预先告诉你，因为这事儿是假戏真做，关键就在一个真字。如果演假了，那戏就砸了，而我们要那个主角，他就不会主动跳出来。嗯，我现在看来，完成的不错，目的达到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好，家里的事情你放心，你呢可能还要再委屈几天，我还要把你再送回军管会看押起来，不然我也会起疑心的。您放心，部长，我全力配合。什么事儿？今天是我值班，刚才看见您进来了。下午有个文件要签字，我没找到你，现在签吗？好吧。
我不想见到这个人，给我换一间。老实在这儿待着。我们为国民党卖了半辈子命，也没捞到什么好嘛！啊，这古语说得好啊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啊！哎，兄弟，我可是跟你说的都是心里话呀！啊，你仔细想想，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了，这天眼看着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你就投诚吧。我可是准备投诚共产党啊，秦风，这可是共产党的监狱，你要想明白想清楚了。你就招出陈天浩是你的顶头上级又怎么了？这是事实吗？你说我说的对吗？王八蛋，叛徒！王八蛋！叛徒！秦风，你冷静点！来吧，你冷静点！干啥呀？别干！一凡，我坚决不跟他住，我那个狗特务！把他带走！我坚决不跟他住一屋。闭嘴！你放老实点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不是杀人灭口是什么？一切证据都表明，秦风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国民党特务。你马上写一份目击报告，把秦风的种种罪行都记录下来，明天送到我的办公室。是。白雪同志，请问找谁？啊，我找一下黄处长。在里面。黄处长，进来。你是白雪同志吧？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抓秦风？你很关心他呀，我知道你们两个是小时候的朋友，他也一直在追求你，但即使你们俩这种关系，我也不能告诉你秦风的事儿，你说对吗？那我能见他一下吗？我很了解他，也许我可以帮你们做做他的工作。请相信我，我也是阶级觉悟很高的人，也是革命多年的老兵了。好啊，你劝劝他，早点上组织上交代。时间不要太久。白雪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来看看你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们诬陷我是特务。我一直想跟你谈谈，可我没想到会在这种场所。秦风，
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不是物资科的科长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你对我说的话哪句是真的呀？你要相信我，有些事情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，就算解释了，你也未必会相信。就像现在，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，你信吗？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我来是想问你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那天我放到你衣兜里的东西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收好了吗？收好了。于振江诬陷我是特务，黄文正想置我于死地。你尽快把这样东西交给前置保卫部的李部长，只有他能证明我的清白。现在陈处长也被隔离审查了，我唯一能相信的只有你了。那件东西那么重要吗？对，只有这样东西才能让李部长相信谁是真正的特务。如果落到敌人手里，你今天看到我也许就是最后一面了。那我问你，你今天说的话全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那这么说，你不是物资科的科长？我是。你还在骗我？物资科的科长怎么可能做这些事情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不能做过多的解释。我明白了，秦风，你听着，不管你能不能解释，以后我不会再理你。小白，怎么样？说服他了吗？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那他有没有说过其他的事情？没有。再见，黄处长。小冯，哎，我都切蓝色了。水来了，你们谁要水啊？我要点儿。拿点水给你冷敷一下。坐呢，谢谢大姐。你怎么回事啊？跟丢了魂似的。慢点啊，成天抓头胆战尖的，连觉都睡不好。又不逮你，你慌什么呀？是不逮我，可逮的都是熟人啊。你说昨天还是好朋友，今天就成特务了。就连白雪姐认识的秦科长都是特务，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？是啊。要是哪天咱们屋里也出一特务，我也得给吓得够呛。活该，谁让他们当特务的？有特务咱们能不抓吗？哎，小冯，你哥哥是不是就在那个国统区让那个叛徒出卖才牺牲的？是啊，这帮混蛋绝饶不了他们。这特务胆子也挺大的，敢到咱们解放区来兴风作浪的，真是活腻了。就是，就应该抓一个枪毙一个。水来了，哎，快给他们，再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不行，沈大姐，烫得太重了，还是去趟医院吧。去医院吧，大姐。啊，走，快走，快点。走，我带你去。能走了。去吧，去吧。小冯，你也跟着啊。哎，这儿的事儿，回头我跟处长说一下。好。大姐，那我们走了。路上慢点啊。哎。嗯。没那么疼。回去以后可别沾水了啊！嗯。
小张，哎，你带他俩到药房拿点药去啊，去吧。嗯嗯，谢谢医生。嗯，好，慢点啊。先去吧。嗯，我有点头晕，让医生给看看。哦，那我们在楼下等你啊。嗯，慢点啊。你有点头晕是吧？啊，有什么新动向吗？重炮旅事件后，共军的防范工作加强了，情报越来越难弄到了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新情况。有什么新情况？军管会专门发了文件，表扬黄文正，说他连续破获了多起特务案。可他抓的这些人，都不是我们的人。我有一种直觉，他才是我们的人吧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我的一种直觉，他就是 Y 吧。这个问题你不应该问。你可以走了。这几天处理有点乱套，我忙得抽不出身来，今天才向你请示汇报，请吕部长原谅。哎呀，看你这文章，怎么客气起来了呢？哎呀，我哪里是客气啊？过去有老陈在，我也不用多想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现在老陈不在，我都快让担子压扁了。坐坐坐，好，好。哎，李部长，老陈的问题有结果了吗？什么时候可以回去？他还在继续接受审查。总之，有问题吧？反正组织上对犯错误的同志呢，是本着治病救人；如果是敌人呢？就严惩不贷，绝不姑息。是是。文章啊，保卫处的担子我就交给你了，你可一定给我担好啊。请首长放心，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，及时的向我请示汇报。好。哎，李部长，这个呢，是我们整理的一份审讯记录和相关的资料。于振江已经交代了，但是这件案子牵扯到我们自己的人，比如说后勤处的秦风，但是秦风呢，跟天浩又有许多的联系。李部长，你看这个事儿，怎么连秦风都给牵扯进去了？是啊。哎呀，那你继续审问秦风，我要有确凿的证据，备审人员你一定要给我保护好。不能再出现方宗岩那样的事情。我正式通知你，如果备审人员掉一根毫毛，我拿你试问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。外这次干的是相当不错，我们差不多让共军的保卫部门瘫痪了。局长，我们是不是得祝贺祝贺？是啊，想不到我们也有变成孙悟空的时候。可以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，来他个内部开花。都是局长领导有方。不过局长，据最近探明的情报，共军的重炮组虽然在上次轰炸中损失惨重，但好像又转移了。那就命令银湖号外迅速查明重炮旅转移的新位置，再给他来个天女散花。王他们。
王参谋不在。啊，知道了。还敢不接我的电话？你躲过了初一，能躲过十五吗？姓黄的，你不要逼人太甚。逼人太甚？你信不信？我立马就毙了你！老子一枪毙了你！行，你开枪。你以为我不敢吗？你有这个胆量吗？你要是有这个胆量，还能坐今天这个位置吗？啊？行了，玉展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腿上已经沾泥了，别再做美。共军绝对不会饶了你，可你要是不干，国军也同样饶不了你。哎，玉展兄啊，我向你保证，就算这是最后一次，你只要搞到了共军重炮旅新住址的情报，今后我绝对不再来找你。怎么样？我还能相信你吗？你只能相信我。是老黄吗？是我。我让你帮我打听老战友的情况，你打听好了吗？我正在落实中，很快就会给你结果的。你得快点呀，我等着他还有很多事儿呢。你放心吧。前指参谋部。王参谋吗？我是黄文正。我托你打听那个老战友的事儿，你打听到了吗？还没有呢。你可抓紧了，托我办事的人催得很紧。知道了。好，晚点我再给你联系。老王，走吧，吃饭呢。啊，我马上就去。
请接军管会，保卫处找一下黄处长。喂，是我，我是王玉展。啊。有消息了？你托我找的战友，我给你找到了。我的那个老战友到底在哪儿啊？嗯，快说呀！在大青山。大青山，可以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你辛苦了。改天我再去谢你。哎，别别别别！你别来，我不想见你。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要是敢来找我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秦风，秦风老弟，哎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们聊聊行吗？哎，不要这样嘛！啊，有什么心事，有什么话，我们聊聊好吗？我们说说心里话行不行？哎，于振江，啊，你自己像狗一样活着还不够吗？你想把别人也变成狗吗？你看你，你说这样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吗？我们在阎王手底下过活，就得当小鬼，你该招就招了吧，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嘛。你还知道识时务？全中国马上就要解放了，你不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打算？将来啊，泥腿子闹革命能成啥气候？啊，倒是你我现在被关在这铁笼子里，出都出不去。你想想眼前吧，就算共产党得天下，你又能如何？说不定哪天一枪把你就给崩了，那天下跟你有啥关系？老李啊，我的食物和你的食物不一样啊。于振江，我听你说话我都嫌耳朵脏。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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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那共产党有什么好的啊？你和文乐然可都是陈天浩介绍入党的，可文乐然呢又让你一枪给打死了，你又在做共产党自己的监狱，你冤不冤呐？于振江，我真的后悔当初我没杀了你这狗特务。我是特务，我是不是好人？可是我从来没说过我是好人呐。可你现在想当好人，是永远也当不上了。谁让你听我的话杀了自己的兄弟同志？嗯，你现在在共产党的眼里，你也是个特务，而且还是杀了自己兄弟同志的杀人凶手。于振江，你等我，早晚要杀了你，等着你跑不了，你跑不了。为什么？睡觉，睡觉。于振江，还想聊聊？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你很快就要完蛋了。不会的，你也不想想，那个人利用完你之后，会放过你吗？他的底牌你最清楚，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。他利用你搬到我跟陈处长，下一个你就是他的眼中钉。
好想想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那你就走着瞧。我劝你别把宝都压在那个人身上，你们这个圈套一点都不高明。好好想想吧。出去吧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是。秦风同志啊，你想见我？想明白了，那就交代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。你还想拿于振江吓唬我？你错了。我知道于振江是什么人，我也知道你是什么人。出了这个屋子，就没人会相信你，没人会相信你秦风这个狗头的鬼话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你所盼着那个陈天浩、陈处长在被隔离审查，他已经完蛋了。你还能依靠谁？啊？你只有乖乖的跟我合作，否则你同样也会完蛋。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，你现在都紧紧地攥在我的手心里，这点你不会不清楚。我也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可以一手遮天，你现在可以猖狂几天，但你最终逃脱不了灭亡。你这些话吓唬不了我，你太幼稚了。秦风，你看啊，我这么坦诚地跟你说话，这足以证明我对你的诚信。咱们两个谈个条件，你那天闯进我的办公室说找到了什么证据，是什么证据？关于我的吗？怕了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还真有那份证据，还真就是关于你的。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我完全可以保证你的生命安全。你以为？你手上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试试看。说，到底在哪儿？说。魏明，把他压下去，严加看守。是。
挺多久？兄弟啊，回来了，谈的怎么样？是不是又是无功而返啊？你看我说你你不听，你到头来还得回来跟兄弟做饭。为什么？上去。秦风，白雪根本就不会帮你。秦风。孙医生，你去拿药吧，啊。哎，白雪，进来吧。你找我？喂，打听到了重炮旅转移的新位置，你马上交给沉睡者，把他发过去。新位置在什么地方？大青山。大青山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怀疑吗？我不怀疑。喂，最近感觉很好，他在共军内部发展了内线，情报来源还是比较可靠的。那我怎么把情报给沉睡者？放在小石头的语文作业本里。白雪阿姨，这是我的作业，昨天冯校长还表扬我了呢。是吗？这么好啊。白阿姨，我爸爸是坏人吗？谁说的？我的同学说的，我爸爸是坏人，还被抓起来了。石头，不要听他们瞎说。你爸爸是去出差了。什么叫出差？就是到外地办事，也是工作。那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嗯，
过几天就回来了。爸爸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听话，好好学习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嗯，看书吧。小石头，这作文本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又脏又破的。阿姨给你包个书皮好不好？好。要知道爱惜才对。知道了。小石头，来，洗手吃个苹果。啊。